原标题：孙策临终前有一重大决定，出乎张昭意料，令母亲非常担忧。灿烂海滩原创作品，严禁转载今天的三国成语故事，现与《三国演义》第29回，发生在孙策临终之际，相关人物分别为孙策和孙权。原文如下：孙策随召张昭等诸人，其弟孙权至卧榻前，嘱咐曰：“天下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大可有为。子布等性善相无地，乃取印绶与孙权曰：‘若举江东之众，决击于两镇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。举贤任能，使得尽力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’卿一念父兄创业之艰难，擅自图之。”权大哭，拜受印绶。策告母曰：“儿天年已尽，不能奉慈母，今将印绶复弟，望母朝夕训之。父兄救人，慎勿轻待。”母哭曰：“恐汝弟年幼，不能任大事，当不如何？”策曰：“弟才胜儿十倍，足当大任。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。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主之言。”又唤朱棣主曰：“吾死之后，吾等并辅众谋，宗族中敢有生一心者，众共诛之，骨肉为逆，不得入祖坟安葬。”朱棣弃受命言弃，瞑目而逝，年只26岁。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，孙策遭许贡门客暗算，身负重伤之后，又因怒杀于吉而金疮迸裂，病情再度恶化。孙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以命由孙权继位。孙策此后又分别对亲人做了一番交代，最终去世。本文要介绍的成语便是孙策口中的举贤任能，意为推举贤者，任用能人。这句成语的最早出处是《礼记·大传》中的三曰举贤，四曰使能。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，小说中孙策对孙权的这一段临终遗言并非是小说家的虚构，而是真实的历史记载。《三国志·孙讨逆传》中孙策的遗言是这样：“举江东之众，决击于两臣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。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东，我不知卿。”与小说情节对比，几乎是完全一致的。从孙权后来的表现来看，他没有辜负孙策的重托，在他的领导下，东吴集团得到了长久的发展，不仅雄踞江东，最终还与曹魏、蜀汉三族鼎立，建立了东吴帝国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孙策的眼光是非常精准的。不过，孙策传位给孙权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据《三国志·宗室传》记载，江东重臣张昭当时就认为，孙策看中的人选并非老二孙权，而是老三孙毅、策林族、张昭等为策当以兵所点。而孙策的母亲吴氏对于孙策一命把江东交给孙权也是忧心忡忡。据《三国志·董袭传》记载，策薨，权年少，出统事，太妃忧之。从这两个记载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张昭还是吴氏的，都低估了孙权。参考书籍《三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